这里面就是泰国虫虫零食啊。对啊，虫虫，我们大虫蛹，这个我们出外景，我们是惩罚才有在吃。对啊，那他们是买来当零食啊，他们就没有，就做成零食包装，一包一包啊，还不同口味呢，对不对？真的假的？贴两包来，贴两包啊啦，可以先拆开吃哈。好，来，各位给他们干大事，不是干大事，干大事要干大事，要吃干大事就要吃虫虫啊。来来来，先吃第一个口味。哦哦，哎呦喂！来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样子不要看了。好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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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数只数只，好来数只数只，最多五只。这个是蚕蛹，对不对？蚕蛹哦，来，可以。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真好，真好，确定，真的，你假小蟋蟀，真的啦，真的，他是这小蟋蟀了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这样不好吃，你啊，哎，投入哦，要学刘德华，做事要投入，做事要投入，投入吧，这是什么？这原味蚕蛹，对蚕蛹，来来来，我们五个都，我好想投入，你不要仔细去咀嚼，害怕，哦，对不起，没中。哎，真的故意呀！调刚好，黑啦！你接哦，谢哥魏时秀，魏时秀，哇塞，直接那个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感受是什么？好吃呢！好吃，来呀，来呀，来来，整把 OK 啦！哎呦，大把大把，哎，这个在新疆有刷锤呢！我想吃一个看看，很奇怪的味道，真的假的？好像没。到后面有个奇怪的，不要乱丢啦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哦。它刚开始是好吃的，可是到后面有一个奇怪的味道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快速吃。哪有好吃啊？好恶心啊！这个什么？才有没有水？拉屁股好恶心哦！哎，很怪的，好难，你没办法接受。这个要花钱买的。对啊，那么好吃，因为一开始它外层是有调味的，好臭，里面有一个好臭哦，虫味。调味料好不好？乔威，你没吃啊？乔威呀，其实他妈虫虫，怕什么？啊，好吧。你是乔威，乔威，乔威。受不了了啦！我那个表情太经典，要有有有，很臭哎，乔威，很奇怪，乔威，你不行了，你不行了，你肯定要头疼。哎，怎么样？吃起来感觉是是是，吃有吃的，他哭，来有种巧味，各位，哎，要不要看吃大量的？好。有没有大量的？我跟你讲，你说一把抓吗？一把吃，一把整把吃的。来，数只数只啊！太臭了吧！来，贝卡，来来。贤哥是不是对你很好啊？真的很照顾他啊！啊，很臭。哎呦，贤哥，你一直把他逼到墙角。贤哥，不要逼到墙角。哎呦。感觉怎么样？其实不错，其实一只吃不出味道，对对对，一只就吃得出味道了，怎么样？其实口感不错的，啊，怎么样？恐怖，恐怖，恐怖，恐怖味道，臭哎，太恐怖！各位奇怪了吧？有没有？各位除了这个以外啊，你吃这个还要饮料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日本就来的怪饮料，太好了，太需要饮料了，太棒太棒，那味道加拿大一下，太好了。哎呦，这个鳗鱼风味的可乐，怎么可能有鳗鱼？太奇怪，还有这个叫味噌可乐啊，味噌味噌汤，各位。味噌汁的可乐有没有？鳗鱼味好，鳗鱼在哪里？对，我找不到，找不到鳗鱼。比较，我知道鳗鱼在这里啊，在瓶子上面。它哇，哎，有没有？它味道比较淡一点点，它没有味道比较重，它就是气没那么多。没有啊，来各位，还是 OK 啊。鳗鱼的口味没有那么重，对，那个味噌汁的，来来，味噌，味噌，味噌。鳗鱼，因为它有一种海鲜的小腥味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就，一点点，就盐味啦，盐味。厉害了，各位，接着下来介绍这个，我有没有听错？对不对？这个叫做烧酒牙膏，牙膏完全让你感受到喝酒的感觉。哇，有贵，有贵啦！这是愚人节才有吗？超白痴的，这种味道都有啊！牙膏就是要让口齿清新，你刷完之后有烧酒味，对，所以你吃完饭之后呢，刷一刷会。
说，哎，好像就有喝酒的感觉。这买回来还不便宜呢，零九没有酒精。哦，哎，那哎，第一次来大热门就在刷牙，对，酷哦。旅程第一次来大热门，像洗手乳哦，做酒量好的多挤一点没关系。哎，我也好想刷刷看哦，包什么味道？我还有吗？拿锅嘛，来喝。共襄盛举啦，来啦，共襄盛举，共襄盛举。传刷传刷一波。好，安尼安尼有吧？哎，好荒谬哦！哎，你是要洗什么画面嘛？洗洗睡 ，OK OK。谢谢，那你收工结束。其实还好。没有我，还好，有吗？有味道吗？越抓后味有一点点烧酒的感觉，哎，这画面真的太棒了！对，欸，你们在讲什么？我们都听不太清楚。哎，口水好清晰哦。你们这样好像真的喝多了，然后一直吐了，然后一直这样。好纠结啊！就跟你讲，不胜酒力，你都这样。你给杯卡文，你讲杯卡，杯卡文问看。我个我看。不要借酒装疯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没我那。你要哈他，你哈他很久了。牙膏，牙膏，对，牙膏。林静文一下，有点凉。牙膏味啊，还有蚕蛹的味道。蚕蛹太强，对啊，你看这这里未免太奇怪了，对不对？一个比一个怪了，厉害。